将这道符化灰入水，倒入你家女主人的茶中，便可镇宅保平安。本仙言尽于此，信不信由你了。银丹，你没事吧？银丹，杀了银丹，吕洞宾就可以手到擒来了。崔明啊，崔明，对不住了。银丹。你好些没有？我刚刚吃了什么？我的内丹，他们对我施了法。内丹？莫非你也是药？东壁，对不起，我本是一条白蛇。在西湖底下修炼千年成人形，只怪贪恋凡尘，爱上了你。不管你是人是妖，我都爱你。你不是妖吗？快给自己施法，你不会死的，对吗？银丹，银丹，银丹！臭男人，就算你再痴情，又能怎样？今日。我就让你看看他的真身。不要。看看会不会吓死你。你要杀就杀我。放过银丹吧。你。公子，公子。小雨。又是你这个妖怪，要杀我家公子，先过我这关，我跟你拼了。小雨，妖孽，还敢在此兴风作浪？谁？是谁？又是你这小妖精在此兴风作浪，多管闲事！哟，还施法？我告诉你，你在此杀了这么多人。今天本道就来收了你。哎，凡事皆有因果，咱不能在这儿啊扰乱人家秩序。那些人贪财好色，也算是自食恶果。道兄所言极是啊。去吧。中仆回房去睡吧。二位仙人，求你们救救银丹吧，求求你们了。看样子应该是误服了白蛇内丹，只恐怕要被烧死了。